级汽车。奇思妙想汽车馆。最新款无人机第一次试飞，现在开始。看起来也没什么特别的。哼，你可别小瞧它，它的速度快得像闪电。再快点。你看见它了吗？好像不见了。不好，我的无人机落在了郊外。我们一起去找找吧。好。根据信号显示，无人机就是落在了这儿。这里好像很久都没有人来过了。会不会有危险？我有点害怕。酷宝，你可是超级汽车呀。哦对，我是超级汽车，我怎么能害怕呢？瞧，你的无人机在那儿。哈，找到了。你们是谁？不管是谁，欢迎光临我的汽车修理厂。要不要试试我珍藏的大铲子，或者精巧的螺丝钉？谢谢，我们什么都不需要。我们是来找无人机的。原来你们不是来找我修车的。根本没有人记得我的修理厂。酷宝，刘大哥看起来很难过，我们帮帮他吧。我有一个想法啊，刘大哥，我看你这儿的汽车零件都旧了，不如我们做些改造，把这里变成汽车展览馆吧。汽车展览馆听起来不错。嘿嘿，那就呼叫指挥中心。啊，哥哥，怎么是你？嘿嘿，还有我。开心虎，我们想要改造牛大哥的汽车修理厂。我明白了。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成功。超级汽车变身。铁臂挖掘机，酷宝！大力士吊车，阿力！七彩搅拌车，瑞博！超级汽车，出动！朋友们，让我们发挥想象力，一起来改造吧！大铁皮拼一拼，又挡风呀又遮雨，大铁皮挂彩旗，变成小屋真美丽。后视镜像眼睛，擦掉灰尘亮晶晶。后视镜穿心衣，保有巨大万花镜。干得不错，继续加油。小的摆整齐，汽油桶喷颜色，七彩铁皮汽车人，欢迎你来参观奇思妙想汽车馆。好新奇，好喜欢奇思妙想汽车馆，这里真好玩。
我下次还要来。太好了，这里又热闹起来了。超级汽车，谢谢你们。不客气。花园大道。哇，公园里的花好漂亮呀。雪莉，我们一起和小花拍张照吧。好呀。怎么消失不见了？啊！啊！哇，小花，让闻闻你香不香？怎么回事？小花们，来喝点水吧。是有人把花都偷走了。是谁呀？是我，麦特博士。我要让整座城市的花都消失。去吧，我的鼹鼠车们。原来是你们在捣乱，可恶的鼹鼠车。我得想个好办法。有了，呼叫指挥中心。妮娜，发生什么事了？哎，发生大事了。我今天早上起床后吃完早饭想去花园里散散步。妮娜，你快说重点。重点就是城市里的花都被鼹鼠车偷走了，我需要大家的帮助。没问题，超级汽车。请准备，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，雪地挖掘机酷宝，跳跳出租车妮娜，装甲消防车高迪，超级汽车出动。消防车喷喷水，让我们把你抓到。大大车子一二三，对着东东挖呀挖。大大水泡快发射，对着东东喷呀喷。大大轮子跳得高，对着东东踩呀踩。小偷小偷别想跑，完美配合抓住你。哦，还有两辆鼹鼠车，继续行动。向下发射水炮弹，大水大水哗啦啦，小偷全被冲出来。呵呵，可恶的鼹鼠车，这就是你们的下场。花园里少了好多花呀。没关系，让我们一起把花园变美吧。顽皮的碰碰车。
天气真不错。妮娜姐姐，妮娜姐姐，我们终于见到你了。你们是谁啊？我们是你妈妈的爸爸的姐姐的儿子家的孩子。就是你的表弟了。我知道了，是小胖胖们。你们怎么来了？爸爸妈妈出远门了，他们说请你照顾我们。你没收到信吗？信？忘记看了。没关系，这是你们第一次出门，我先带你们去转转吧。好耶！妮娜观光团出发，公园马上就到了。可是我不想去公园，我想看大鲸鱼，我想看流星雨，我想玩捉迷藏。好主意，就玩捉迷藏。怎么了？我妈妈的爸爸的姐姐的儿子家的孩子不见了。谁？就是我的表弟碰碰小车嘛。他们那么弱小，那么无助，现在一定在街上饿着肚子，流着眼泪，瑟瑟发抖吧。妮娜，你先别说了，我们得抓紧时间找到他们。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，跳跳出租车妮娜，超雷达警车雷克，过界赛车旋风，超级汽车出动。找一找，向右转弯，发现目标，游戏结束了。轰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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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引擎加速向前跑，冲呀冲呀，挡住你们，全部都停下。哎呦，好晕啊！你们不能在街上玩。要遵守交通规则。什么规则？我来告诉你们。一对别拥挤，别拥挤，路上危险不乱跑，注意安全，走在自己的车道，这就对了，交通规则要记牢，这样才是好宝宝。这回明白了吧？明白了。可我们是碰碰车，不能碰碰好难受。这个吗？嘿，我有个主意。雷克警长的主意真不错，果然还是游乐场最适合你们。好跑好跑，沙滩演唱会。哦，
怎么会这样？太可惜了。啦啦啦啦啦。嗯？啊？发生什么事儿了？唉，大风吹坏了北极熊先生的舞台。北极熊先生，别太难过了，你可以找搅拌车瑞博帮忙，他一定能修好你的舞台。真的吗？嗯，他可是超级汽车哦，追你的演唱会嘛，明天再开也行呀。来不及了，明天我就要走了，算了算了。什么？北极熊先生要走了？哦，他要离开贝勒小镇。哦，不行，我不能让北极熊先生临走前留下遗憾。我要帮帮他，呼叫指挥中心。嗯，妮娜，找我们有什么事？啊，说起来真令人难过。北极熊先生真是太可怜了。妮娜，能不能说重点？啊，好的好的。北极熊先生明天就要离开贝勒小镇了，我想帮他修好舞台，举办演唱会。哦，明白了。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六声道。超级汽车变身，跳跳出租车妮娜，七彩搅拌车瑞博，豪华公交车巴斯，超级汽车出动。嗨，妮娜，听说这里需要一个舞台。没错，时间非常紧迫。别担心，我可是魔术师，舞台说变就变。滚烫滚烫，转啊转啊转啊，沙嘟沙嘟，搅拌搅拌搅拌，水泥水泥，变啊变啊变啊，舞台舞台建好了建好了，不错吧？好像还少了点装饰，都在这里呢。星星星星，一串一串发光，花儿花儿，一朵一朵绽放，舞台变漂亮，我们都好喜欢。还没完成呢。座位座位，一个一个摆好，话筒音响还有钢琴吉他，舞台搭建好，演唱会开始吧。我去找北极熊先生。我去把观众们带过来。加油！车门打开，快快坐进来吧，所有观众全部都能装下，坐稳手扶好，哦，我们出发啦。车门摊开，向上跳一跳呀，四处看看，大明星你在哪找呀，找一找，哦，终于找到他。北极熊先生，演唱会就差你了。跟我一起唱歌，啦啦啦啦，跟我一起跳舞，感谢朋友们来我的演唱会。谢谢大家，谢谢超级汽车们。北极熊先生，明天你就要离开贝勒小镇了，我可真舍不得你。哦，哦，我只是去旅行，过几天就回来了。旅行？看来是我误会了。大战暴龙装甲车！哇，是我最喜欢的电影。哦，是什么？暴龙装甲车。哦，哇，看起来好酷啊。哎，别磨蹭了，我们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呢。来了来了。酷宝，让我再看5分钟，要不三
龙装甲车。嘿嘿，我有一个好主意。宝龙装甲车。哦，酷宝。对不起啊，阿丽。酷宝，你得专心点，我们今天必须建好这座大楼。我知道了。怎么回事？小心。是暴龙装甲车。酷宝，快跑呀。夜游里的暴龙装甲车怎么会出现在这儿？情况不对劲，赶紧呼叫指挥中心。阿丽、酷宝还有瑞博，你们怎么了？暴龙装甲车从电影里跑出来了，它推倒了我们的大楼。啊，这怎么可能？不好，城市有危险！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，大力神吊车阿力，铁臂挖掘机酷宝，七彩搅拌车瑞博，超级汽车出动。长手臂哐哐哐，把石头挑起来，大铲子咔嚓嚓，救援全靠它。大家别害怕，快去安全的地方，我们来帮忙。不许你伤害大家！大口子甩呀甩，紧紧地抓住你，一二三上后拉，哎呦逃跑啦！水泥变变变，高高墙壁困住你，站住别想逃。糟糕！大铲子挖呀挖，挖出个大洞洞，等着你快靠近，快用掉进去。滚筒转呀转，水泥水泥哗啦啦，变成雕像吧。哈哈，成功了！快开始修建大楼吧。挖掘机挖呀挖，大吊车搬呀搬，搅拌车转呀转，工作开始啦，加速来建造，一层层越来越高，大楼建好啦。哇哦，大楼比之前的更好更高了。说起来，这东西到底从哪儿来的？哼，你以为我又失败了吗？不，我还准备了升级版。怎么回事？给我停下！快停下！奇怪的狂风车。今天的天气真好呀。我也喜欢这样的好天气。今天的太阳暖暖的，可真舒服。阿丽。发生什么事了，乐嘟嘟？我的风筝挂在树上了，你可以帮我拿下来吗？没问题。不过今天没有风，不适合放风筝哟。你看，风来了！救我，阿丽！乐多多，坚持住！怎么突然刮起这么大的风啊？我可不能让你们享受好天气。让你们知道狂风车的厉害。
小心！奇怪，到底是哪儿来的风？大家快躲到房子里！呼叫指挥中心！贝勒湖，城市里出现了狂风车，你们看！救命呀！不好，城市有危险，我们要赶快行动。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出动！超级汽车变身！大力神吊车，阿力！铁臂挖掘机，酷宝！飞天救护车，安琪！超级汽车，出动！大风吹，大风吹，狂风呜呜呜吹，汽车汽车天上飞，危险危险，快帮忙！长手臂伸出去，吊车咔咔有力气。大公子甩呀甩，别怕，我会抓住你。我来接住你们。大铲子转呀转，挖掘机的手臂多，哐哐哐哐，准备好，一二三，我全接到。救命！来了，大翅膀扇呀扇，救护车来保护你，飞飞飞到你身边。都安全了吗？狂风车又来了，我们必须让它的风扇停下来。有了，用蜂蜜把它粘住。甩钩子，挥铲子，扇扇我的大翅膀，风儿风儿吹呀吹，大家努力别放弃。失败了，没事，我们再来。甩钩子，挥铲子，扇扇我的大翅膀，风儿风儿吹呀吹，大家努力。我们成功了！什么？竟然失败了？这不可能！狂风车，给我继续转起来！一日警长，观众朋友们。贝勒小镇最受大家喜爱的汽车之星，他就是，是我是我是我，雷克警长。竟然是警车雷克。大家都喜欢雷克，为什么没人喜欢我呀？我可是最快的赛车。我现在就去找雷克比试比试。比试什么？雷克。你这是怎么了？我你烫得像一个刚出炉的烤地瓜，肯定是发烧了，要赶紧去医院。可是有紧急任务，呼叫指挥中心。贝勒湖，开心湖，我收到了紧急任务。没错，雷克警长，贝勒大街发生了交通大堵塞，需要你指挥交通。让我去吧，雷克生病了，他现在非常虚弱。好吧，那今天的任务就交给你了，旋风。没问题，交给我吧。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，过界赛车旋风，超级汽车出动。十字路口堵车，旋风警长有办法，左边汽车快快前进，
右边汽车快快后退。撞车了，都怪我太心急了。千万不要拥挤，一个一个保持距离，注意注意慢慢通行，道路道路畅通了。谢谢你旋风，智慧交通可真难。抓小偷呀，小偷小偷别逃，旋风警长有办法。轰隆轰隆加速追呀，冲啊冲啊超过你啦。我赢了，旋风这不是比赛，我应该抓住他，改变我的方向，朝着小偷追呀追呀，加大马力向上飞呀，轻轻松松抓住你。旋风做得好，遇到困难别怕别怕，旋风警长会有办法。小心，遇到困难别慌别慌，旋风警长马上帮忙。谢谢，别客气。谢谢你呀，旋风警长，跑来跑去不怕辛苦。谢谢你呀，旋风警长，热情勇敢不怕困难。好累啊。嗨，旋风。今天真是谢谢你了，一切还顺利吗？原来当警长这么辛苦，难怪大家都喜欢你。观众朋友们，激动人心的时刻到了，下面揭晓今日最受大家喜爱的汽车之星，他就是旋风。啊，是我。恭喜你啊，旋风，看来大家也很喜欢你哦。你说的对，我可是最酷的赛车。臭臭车闹翻天。三年没洗的臭袜子，腐烂的水果，还有长毛的臭鸡蛋。真是太臭了，不过我的臭鸡蛋成功了。出发吧，臭臭车，去贝勒小镇大闹一场吧。好臭呀，胖嘟嘟，是你放屁了吗？不是我，是辣嘟嘟。好臭啊。乐嘟嘟都被臭晕了，乐嘟嘟，乐嘟嘟，快醒醒！发生什么事儿了？乐嘟嘟被一股臭气臭晕了，呼噜爷爷，你快帮帮他！好的。你终于醒了。不好，你们先躲起来。我的甜甜圈臭了。我的头发臭了。我全身都臭了。这些臭气到底是从哪儿来的？看来有人在捣乱，呼叫指挥中心。呼噜爷爷发来了求救信号，怎么看不见啊？有一辆很臭的汽车，喷了好多臭气，我需要升级去阻止它。没问题，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，超级汽车变身。螺旋洒水车，呼噜噜，超级汽车出动。我们也来帮忙。臭臭车来到大街上，他要干什么？
到处污染空气，我不能呼吸。噗噗噗，臭气飘来飘去，讨厌讨厌！注意，大家快点躲好。怎么了？臭气臭气飘过来，快躲开！快跑！公园公园被污染，冲冲冲！农场农场被污染，冲冲冲！关上门关上窗，躲起来别靠近。公园太臭了。冲冲冲！别担心，我来了。哗啦哗啦洒水车，哗哗哗，转呀转呀打水枪，转转转，喷喷水向前挤，让空气变清新。哦，感觉好多了，好清新。臭臭车，你逃不掉了。瞄准左边的洞洞，砰砰砰，瞄准右边的洞洞。哈哈，现在你喷不了臭气了吧？我的宝贝臭臭车回来了。嗯，怎么会这样？等等等，不要！我臭呀！热闹的汽车节，朋友们，明天就是一年一度的汽车节了，大家都会来参加。我的蛋糕已经准备好了，你们呢？放心吧，雪莉，我的汽车壁画已经完成了，我们的汽车模型也拼好了。嘿，这些鲜花要摆在哪里？这里，这里。雷克警长，谢谢你来帮我们。别客气。哇，你们把这儿布置得真漂亮。嘿嘿，今年的汽车节一定会特别精彩。我们都好期待呢。走吧，我们先回家吧，明天再来。哇！怎么了？雷克警长，你看，有人破坏了我们的会场。别着急，我马上去调查。会是谁干的呢？当然是我啦！哼，你们居然想举办汽车节，这可是我最讨厌的节日。机械车，去把汽车节的一切都摧毁！不许动，举起手来。你举手干什么？给我继续破坏！不行，我必须马上阻止他。雷克警长，发生了什么事？有辆机械车正在破坏汽车节，快，我需要升级。没问题，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，超雷达警车雷克，超级汽车出动。我们也来帮忙。在那儿，追呀追，第五第五向前冲，冲冲冲，快躲开，石头石头飞过来，挡住呢，别想跑，紧紧跟在你身后，任何危险都不怕，超级汽车不后退，追呀追，第五继续追，加油加油，转个弯，目标消失不见了，去哪了？别担心，雷达灯光闪呀闪，目标目标
标被找到，一张大网抓住你。太好啦，我们的汽车节还能继续吗？当然可以。我们来帮忙啦。刮呀刮，七彩壁画真漂亮，真漂亮。车节真是太热闹了。是呀，我本来还以为要办不成了呢。超级汽车是不会让这样的事情发生的，相信我们会一直守护大家。海盗通缉令。把东西放下，我是警车雷克，现在要以盗窃的罪名逮捕你。哦，原来你就是大名鼎鼎的雷克警长，想抓我，要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。不好，站住！前面就是大海，你无路可逃了。正合我意。雷克警长也没什么了不起。嘿。看来我需要支援，呼叫指挥中心。雷克警长，出什么事了？有辆汽车偷走了金奖杯，他现在逃到了海里，我追不上他。你说的汽车难道是他？没错，就是他。可恶的海盗车，他竟然能在海面上行驶。别担心，我们也有适合海上作战的秘密武器。哦，那太好了，快让我升级吧。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，超雷达警车雷克，火箭赛车旋风，超级汽车出动。全速前进，抓海盗！加速，哟吼！加速，哟吼！加速，加速，加速 ！Go go go！ 加速度冲冲冲，我们去抓海盗！引擎声轰隆隆，吹响战斗号角。海风吹摇啊摇，小心不要摔倒。海浪拍哗啦啦，坚持不退后。拉响警报去战斗，雷达雷达滴滴呜，目标目标找呀找呀，向前向前追呀追呀，加速前进去战斗，引擎引擎轰隆，进攻进攻冲呀冲呀，左边右边抓呀抓呀，就凭你们也想抓我？帽子尖钩子，我是可怕海盗，很强壮有得快，不怕光分海啸，躲金币抢珠宝，永远不会满足，跑呀跑逃啊逃，全被我甩掉。超级汽车去战斗，目标目标瞄准了，咻咻咻咻躲呀躲呀，咻咻咻咻躲呀躲呀，超级汽车去战斗，浪花浪花哗啦啦，进攻进攻看不见了。
饶了我吧。那你快把东西交出来吧。什么东西？就是你帽子里的金奖杯。被发现了。记忆病毒。嘿，阿布，生日快乐。哇，雷克警长，你的记性可真好，竟然记得我的生日。那当然，没什么是我记不住的。你是谁啊？什么嘛，还说自己记性好，一下子就把我忘了。这是哪儿？我是谁？怎么想不起来了？哈哈哈，雷克警长竟然忘了自己是谁，这太好笑了。哈哈哈哈，没错，只要被我的病毒芯片打中，汽车们就会失去记忆。继续攻击！哈哈哈！白老虎，公交车班次忘了上班，我们上学要迟到了。垃圾车小美也忘了上班，街道上好脏啊。小火车到底是怎么不认识路了？啊！大家稍等，我们马上调查一下。哦，找到了！原来又是麦特博士新发明的汽车在捣乱。快呼叫安琪，帮大家清除病毒，恢复记忆吧。嗯。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，飞天救护车安琪，超级汽车出动。超级汽车失去了记忆，不要担心，我来帮助你。一圈一圈飞呀飞呀飞，请你想想你到底是谁。我是无畏的消防车，我叫高迪。哇呜哇呜会灭火，没错。伸出我的长水管，喷呀喷呀喷呀，大火大火熄灭了，太棒了。记忆记忆回来了，我全都想起来了。继续寻找其他的超级汽车吧。好的。我们是超级汽车，有不同的工作。我是飞天救护车，治疗交给我。请你请你快想一下，你的工作是什么？请你请你快想一下，现在该怎么做？是巴士、公交车，接送乘客很负责。我是妮娜，出租车，所有道路都记得。我是小美，垃圾车，清扫每一个角落。我是雷克，是警车，发现坏蛋不放过。我们是超级汽车。所有问题都解决了，一切又恢复了正常，真好呀。工程车技能大赛。哦，我们又建好了一幢楼房。哦，真是太棒了。这次真是多亏了我，把土地铲得这么平整，你们才能施工。库宝，你说什么呢？如果没有我搅拌水泥，你们拿什么盖房子？哼，那些重重的石头和沙土可全是我吊起来的。
还是我的功劳比较大，我就是最棒的工程车。我的功劳更大，我才是最棒的工程车。不对不对，应该是我。停，不如我们找别人来评一评吧。那一定要找最公平公正的。我同意。雷克警长，你是贝勒小镇最公平公正的汽车。请你说一说，我们谁才是最棒的工程车？这个，我觉得你们都挺棒的。不行，你必须选出一个最棒的。对对对。有了，不如你们来一场工程车技能大赛吧。好主意。没问题。呼叫指挥中心。酷宝，发生什么事了？我要跟阿力瑞博比赛，快帮我升级。我们也要升级。什么嘛，我还以为有重要的任务呢。比赛也很重要。没错。好吧好吧，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。铁臂挖掘机酷宝。大力士吊车阿力。屈才搅拌车瑞博。超级汽车出动。第一局比赛挖坑，谁的本领强我们比一比，冠军就是我铁臂挖掘机，大铲子最坚硬，挖石头挖土地，挖掘机最无敌。酷宝胜出。第二局在搬运，谁的本领强我们比一比，冠军就是我大力士吊车，大钩子有力气吊起来放下去，大吊车最无敌。恭喜阿力。呵呵。第三局比赛搅拌水泥，谁的本领强我们比一比，冠军就是我七彩搅拌车，大滚筒转呀转，无水泥变呀变，搅拌车最无敌。瑞博获胜。我们都赢了一局，到底谁才是最棒的工程车呢？谁的本领强大家比一比，让我想一想谁才是第一。大吊车我赢了，挖掘机是我吗？还有搅拌车。合作最无敌。什么？合作最无敌？你们合作修好了一条路。哇，我们真厉害。没错，你们在一起才是最棒的。我们是最棒的工程车队。积木围城。糟了，要迟到了。班班，你的速度太快了。雷克警长，我着急去送货。班班，小心前面。这里怎么会有这么多大积木呀？这回我肯定迟到了。怎么回事？前面发生了什么？大家别着急，我去找阿力帮忙清理积木。我来了。哦，你来的可真及时。放心吧，这点小事就交给我了。
好了，道路清理完毕。阿力，干得好，快让我过去吧。怎么还有一个？到底是谁在马路上搭建积木？当然是我的杰作了。来吧，让我的积木车陪你们玩玩。雷克警长，你看，原来是你干的。危险，大家快跑。救命啊！呼叫指挥中心。贝勒虎，开心虎，拜特博士发明了一辆积木车，在扰乱城市。我们要马上行动。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，超雷达警车雷克，大力士吊车阿力，超级汽车出动。大吊车咔咔咔，手臂有力气，大积木小积木全都摆整齐，红警车滴滴呜，雷达车一转，有麻烦别担心，我来帮助你，积木积木全尽力，汽车汽车快腾行，走去查积木车。好，积木积木变呀变，围墙变出来，长长手臂哐哐哐，积木全倒下，积木积木变呀变，迷宫变出来，开启雷达滴滴滴，找到了出口。这回你没办法了吧？糟糕，我们找不到他了。积木积木变变变，咚咚咚咚掉下来，危险危险快快跑，小心小心要躲逃。积木积木变变变，警车警车有办法，大王大王咻咻咻，一块一块全接住。积木积木变变变，吊车吊车来帮忙，大大猴子有力量，瞄准目标全力进攻。这个捣蛋的积木车就交给我吧。不过这些积木要怎么处理呢？我有个主意，把它们收集起来，建造一个积木乐园吧。哦，听起来不错，一定非常有趣。我们也来帮忙。砰砰爆米花。田大丰收，收割机哈维开始工作。小麦咔嚓咔嚓，南瓜咔嚓咔嚓，番茄咔嚓咔嚓，玉米咔玉米呢？怎么都不见了？哦，原来是被他偷走了。嘿，你是谁？你想干什么？哎呀，好痛！痛就对了，爆米花车，让他们吃点苦头。小鸡们多吃一点哦。这是怎么回事？陈伯伯小心，情况紧急，呼叫指挥中心。怎么回事？是
是我眼花了吗？白老虎开心虎，有辆会喷爆米花的汽车。阿伟，你没事吧？没事，不过我绝不允许他这样浪费粮食，必须赶快阻止他。你说的对，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。装甲消防车高迪。全能收割机哈维。超级汽车出动。别想跑！哼，这就是浪费粮食的下场。